钱吗？小钱的美也假装给有小钱啦。
生一个，小青妹耶，明年娃娃生一个。有没有跟父母商量过？没有商量过。那待会我回去你妈不要怎么办？呀，实话你讲给小妹听，父母你不是那种人，要是你真跟我在父母把你都当亲生，小青妹耶，父母都把你当亲生。小青妹呀，我就带你去找人嘞。